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前夫在他家超市上班。今天怎么还多了个情敌呢？不是啊，那个市长找你有事儿。他在哪儿啊？就前面那块儿，那边，我那边走就行了。加一个呗，怎么还走了呢？加一个呗。我爸这个睡觉呢吗？是啊，刚才还没睡呢，可能是我心里想的都是你，叫谁我都以为叫你。你可真无聊，你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哎哎，不是当叔的我得嘱咐你两句啊，下回再有人跟你搭讪，你可别搭理他，现在坏人太多了，你知道不？坏人在哪儿？不是，你这孩子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呢，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我一样单纯呢？单纯，我可没看出来你哪儿单纯。你说你长这么好看，指不定多
别的险恶，你知道吗？你选男人就得选我这样式儿，真诚算一，活好。啥活好？啥活？干活好呗。啥活好？你看家里这里里外外，我给你收拾，多立着。行行，你干活好，那你赶紧去干吧。啊，行行行，有活叫我啊，我活好。哎，副市长，热不热？热的话，我风扇我给你调大点。我不热，我看你挺热的，你自己吹吧。啊。啊，醒了，兄弟。啊，醒了。啊，刚才有个骚扰你闺女的，让我赶跑了。是吗？啊，那闺女，你得谢谢你叔啊。谢啥呀？将来也许是一家人呢，是吧？啥将来呀？你就是我兄弟，现在咱就是一家人。啊，行行行行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